坐着几个垃圾啊，出门右转第一个路口，坐着垃圾箱啊，对对对，右转啊，垃圾箱啊。周青言，你爸不是个傻子吧？哟，左边第一个垃圾箱。罗凡，罗凡，罗凡，去哪儿了？倒计时已经停了，等到30天的期限一到，
你可要遵守约定。暂时停止的时间总会再次开始，永远的结束并非永远，要走的留不住，留住的走不了。喂，朱莉。哼，电话关机。你看看，他这是早就做好要逃跑的准备了。设备还挺齐全，流程还挺复杂的。你是从周青岩店里过来的？是啊。他没回去？没有啊，我出来的时候没看见他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呀？就在给你打电话的几分钟前。不对，他肯定有帮凶。陆凡呢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陆凡？嗯，晚上的时候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呢，后来他接到了医院急诊的电话，就去加班了呀。中，你快看，这不就是在我家小区附近吗？他在这干嘛？陆凡，小周，小周，你可回来了！红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基地出什么事情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基地好得很呢。
是这个。这是？这是帮助咱们那个石总派人送过来的，说是给基地这一年的采购资金。十千金？我也推脱说不要的，可是那个工作人员好像回去交不了差似的，硬塞给我就跑了。小周啊，你替红姐把这个还回去，咱们已经白用了人家的地方，还有仓库那么多粮食和日用品，这个呀真的不能再要了。小周，小周。啊，好的，红姐，我一定帮您还回去，您放心吧。哎，这就行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慢点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就前面了，显示就是这儿啊，就是这儿啊。人呢？啊，你看，我看看。陆凡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我们？那你希望是谁啊？那应该是谁啊？你不是去出急诊了吗？那只得了脑炎的大狼狗呢？你听我解释啊。周心言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就让保洁阿姨每隔一天来一次给你打扫家里卫生的，你看。哎呀，不辛苦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以温柔政策为主，主要的目的是抓住幕后主使。对待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，就必须使用雷霆政策，否则他不会招的。毕竟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惯犯。说我的口红好看，那你也涂上看看。嘿嘿嘿，老周，老周，你快来救我，我暴露了。怎么样，周建安回复了吗？还没有。芊芊，对不起，我真错了，我真全都找了，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就让我在那儿等他，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来啊。朱莉，朱莉，你救救我啊，朱莉。哼，谁让你骗我？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是他让我来救他，那我实在没办法嘛。
我保证再也没有下次了，我保证再也不骗你了。我相信小火锅不会坏心思呢。我的心。乐冲，乐冲，乐冲，这 APP 挺好用，教你啊，点进去，说好了找我，这里有显示，随时能看到。我去了呀，实时你放，你一直在啊，我知道被抓的那刻我都在等你，我真去了。我还在那个路口找你好几个来回呢，我就在垃圾桶旁边，还蒙着黑色塑料布，你没看见啊？我先注册。垃圾桶？嗯。什么垃圾桶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出门左转第一个垃圾桶，还要注意隐蔽。不是，我说的是出门右转的第一个路口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没电了呀。啊？你可坑死我了！周青言，手机拿来。那你今天已经离开我超过三个小时。没有啊。两个小时。有吗？一个小时总有的吧。总之，合约期满的一个月之内，不能离开我再超过两米。不能卸载 APP， 手机不能没电，不能关机，不能再让我找不到你，听到了吗？哦。嗯。没事了，散会吧。朱莉，我的女神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了，朱莉。那个，今天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，我是一个会严格执行合约的人。你放心，一个月期满以后，我会放你走的。哦，红姐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她说你已经帮我们那么多了，这个就真的不能再收了。谢谢你。不收就不收吧，反正你也在这。嗯。啊。没什么，我是因为你才帮的红姐。这个月我按照合同的要求照顾好你。嗯，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像一首歌突然乱了节拍，当你影子出现在我脑海，就会莫名其妙紧张起来。生物钟被修改，习惯变成意外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他们说也许这叫做谈恋爱。 No No No， 突然忘了自己从何而来，一分一秒乱了时代，是谁在安排？越来越奇怪，突然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像只小鹿快要跳出口袋。如果你的目光不断猜，藏在心里不如大声说出来。
周星爷，周，你醒了呀？啊，在做早餐啊。不吃早餐，我知道呀，那个是我的，你的咖啡在这儿呢。没想到还挺好吃的，牛肉三明治加草莓酱，竟然这么香。你不是说你不吃早餐吗？你再做一个呗。嗯。喂，朱莉。千金，出事了，公司要开董事会。什么？董事会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走，开会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出事了，青青。怎么回事？开董事会我怎么不知道？是三叔临时召开的董事会，他们不让我进去，我这不打电话给你了吗？走。哎，你别进去了。我觉得没问题啊，这个有山有水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地理位置呀，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国外还是。世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千金啊，我呢帮你收拾你丢下来的烂摊子，你怎么反过来质问我呢？烂摊子？什么烂摊子？嗯，这些啊，就是你最近没有向董事会上报私自交易的项目。首先，你以高于市值2倍的价格买了2间老街商铺。没有任何上升空间和商业价值吧。然后呢，你最近呢又在城郊买了一个院子啊，给那个什么什么哦，流浪动物救助基地免费用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有啊，一笔支出的费用不知道干嘛用啊。而且啊，千金，我们最近还了解了你最近来公司总是迟到，甚至大半天不来啊，甚至公司的安保部门人员都被你调出去值外勤。值什么外勤？你说什么呀？瑞星科技的合作还没跟我解释，人家李东打电话过来了，说要解除我们的合同啊。不过呢，哎，你也放心，我们是刚刚得知这些消息，所以呢紧急召开了这次董事会，需要商量商量，只是没有及时通知你啊，是吧？商量什么呀？这样，今天呢你就把你已交了啊，你项目给我们董事会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这样
我们董事会也可以从长计议。是的，你都得说清楚啊。应该是这样，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怎么，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？我现在没办法向大家说明白。这什么没有办法说吗？你拿着公司的钱在外面做交易，你不说清楚吗？对呀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说什么？你跟三叔老师说，你是不是容易公款了？哎，这些都是对呀，石总，对对账，对，就是为了慈善，是项目。慈善，朱莉，你跟着我侄女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她？他会做慈善吗？啊，做慈善？哎，你不信吗？啊，三叔，各位叔叔伯伯，我做的这些，真的是有不得已的理由，我现在没办法向大家解释。各位只需要给我一个月，不，23天，只需要23天，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好吧，姐姐，既然你今天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我们就公事公办。从这一刻起，公司冻结你名下所有资产，进行例行调查。至于调查的结果是慈善还是挪用公款，一定会有一个定论。到时候，董事会也会考虑你是否适合接任董事长这个职位，届时再次投票。亲家，你就给自己放一个长长的假。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上班了，公司所有的事三叔听他的。三叔，好吧，我好了，好了，办嘛，是不是？那乱花钱，开会听他的。小石总，请吧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？公司不能交到他手上，慢慢看。这个小姑娘，钱都不花，掌控不了这么大的局面。玩得开心啊！哎，继续开会吧。哎，继续开会。千金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解释，就同意被停职了呀？他明显就是故意整你的，你怎么让他小人得志了呢？你怎么了？这不像你啊。他说的是事实，我还能解释什么？确实是事实，你帮助红姐就是在做慈善。不是。我们先回家吧，一起想办法。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
千金，你饿不饿呀？出来吃点东西吧。千金，千金。亲爱的女神大人，一天没见，我都想死你了。我去，老周，你一天就坐在这儿啊？啊，你真是这个豪门好赘婿啊！你嘴怎么就这么碎呢？你就不怕有一天因为你这张损嘴遭受一顿社会性毒打吗？这大小姐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啊，饭也没吃，水也不喝，连厕所都没上过。我去，神人啊！不成真，不成真。你就净说这些没有用的。我们俩都守了这么长时间，当然知道不正常。所以才把你叫过来一起想想办法。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哪行啊？看来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啊。废话。石千金是什么人呀？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，从小到大按照 schedule 生活的家族企业继承人，突然这样肯定受不了啊。哎，那不会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确定他还在房间吗？忘了那天天台。千金，千金，你别吓我啊。千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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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啊。千金，开门啊。千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你渴不渴？饿不饿？你想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我去给你做。是啊，千金，你不能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！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嗯，对啊对啊，我家老周，你家老周做饭巨好吃，让他整几道拿手菜，庆祝石总终于可以歇业放假，不用工作。你爸不是个傻子吧？千金，龟仙人呢？要龟仙人是吗？好的好的，陆凡，去把龟仙人拿过来。去啊！龟仙人，龟仙人。千金啊，你别听陆凡胡说八道，他没长脑子的。不过他有句话说的对，你可以借此机会给自己放一个假。毕竟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。给。今晚我们留在这儿帮老周看着点千金吧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想你。